还要未来站了，哇！这是又改版了，还有要重新更新，都一波大改版呢。哇塞，而且还免费送10连抽诶！哇塞，其实我的主线是可以继续过的哦，对，看看吧，有机会再抽给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这应该也是讲一讲啊，直接讲角色这样子。那、啊、这就很像是全新的角色诶，哇塞，哇塞，他是谁呀、啊？机器机密就是用，应该是希尔德啦，希尔德，然后他是齐格弗里德希尔德，他名字比较长一点。那我们今天就直接给他的实战好了。对，像春节改版的第一只角色，哇，所以是在这边玩吗？随时可以试玩这一只是不是？你在 game，我要生气哦！哎、欸，我在我们自动编队到他进去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再说吧，应该是了。可以参考一下，好像还蛮有得打的。哦，所以稀有的有在我们这里吗？好像就是那一只哎、欸，好像就是在这，反正你们参考一下啦，你们参考一下。我觉得他这个血量有点，怎么有点猛啊？所以稀有的是我们这边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体验关卡啊，这个有奖励吗？欸、有奖励耶。反正应该是新角色吧。好了，合作公司赶快给我一下，来不及了。嗯，这个游戏很线上的哦。来，睡觉考第五名，来看一下哦。睡觉考第五名，制造手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你就可以制造一些金属模具出来，像是这个的话，都可以自己选一下了。我选这个。你想这样制造一下？